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好好的心脏怎么突然就出问题了呢？心梗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心梗就是心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心脏的部分肌肉坏死导致的。而心肌营养不良就是因为冠状动脉出现了堵塞。那是谁堵住了这条心脏的生命线呢？血栓喽！镁光灯盯住这个血栓，随着血栓在冠状动脉里落地生根，血液流通的道路也是变得越来越窄了。紧接着被卡住的血管干涸了，原来被灌溉的心肌组织也断粮了，最后全部渴死、饿死、枯萎死，这就是心梗吗？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